因为曾诚受伤了以后呢，再用李帅去打的话，好像意义不大。他往往喜欢走直线的对对更对，多一些。这么远距离超远距离，上海绿城申花队来了一条远射，就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了将近8分50秒，是曹云定，中圈弧一脚斜传转移，准确的找到了左边路的曹云定，往中间走，张外龙啊。他个人执教的球队对阵上海绿地申花呢，是有过11场的交锋啊，2胜6平3负。布拉尼奥斯，哟，漂亮，漂亮，好像就是两步助跑，助跑距离不长，因为离球门的距离呢本身就是比较短，所以最后呢还是很靠谱的，用基本上脚弓去端了一脚。对，但是这个角度打得非常刁。对。31号米勒·布拉尼奥斯，肋部直传，毕金浩的反越位，又过得漂亮，哎呦，这球有想法啊！高大中锋在中超的赛场上，像毕金浩这样贴着底线一对一，还要做人球突破、人球的分过，像这样的中锋个人的表演。还真是不多见，我们看啊，掏了一个裆，哎，非常漂亮，最后小角度射门，传中给到禁区里面，五打九，跟上来之后啊，直接迎球怒射，马尔西尼奥直传，尹冲耀给到左边路，卡尔德克加速突到禁区里面，传到门前，哇，哎呦！左边路朱宝杰，你第一下球没挺好，传进再给进去里面，前点好球，漂亮漂亮，布拉尼奥斯依然是通过毕金浩在前点呢，这下直接打门好像没有太好的这种线路，也很难受，所以背身拿一下，很冷静的做了一个。布拉尼奥斯上下半场各进一球，又有反击机会，横传给左路，传定一些打，哎，这个是曹云定的特点。好像还是老将吴庆来主罚。那哎呦，这球啊！年轻的守门员马震这一下气门出击，两边一旦起球，啊，有点越位，好像、哎、啊，有一个肩膀探在外面，是啊，他要去看了，越位 啊，不用看了。主裁郭宝龙，这个11次有可能还是随着下半场这几个外援上来，特别是10号西里诺，他主要右边多一些。西里诺把球抢下来，哎，主裁判是补发，哎，哦，给曹云定给曹云定一张红牌，本来我还以为是补发一张黄牌，对，结果没想到是补发了一张红牌，转得比较快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哦，是骂了脏话，骂了粗口，对，包括第二个进球他往里走的这下、时间也是掌握得不错，有好球啊！上海绿地申花队后防线刚才是误以为对方左边路球员可能有越位，举手示意，稍一愣神，结果被重庆当代队左路快速的一脚低平球横传到门前。我底线走走，外线走走，对，最后护球反而护出毛病，一下子有点要绕过去了。就这一侧底线外的这个慢镜回放，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。啊，右左手手腕应该是这个刮到皮球了。而且那他关键有一点，骗过对方的守门员叶尔杰提，点球命中来主罚这个点球，啊，很稳很稳，骗过对方的守门员叶尔杰提，点球命中，3比1。